们去吃寿司。今天要去的店叫做又，是一家连锁店，位于 Ondale 购物中心。它是一家主打回旋寿司的半自助店。A few moments later. 小小的传送带上被不停地放上新鲜制作的寿司，供客人自取，想吃什么就拿什么，最后根据盘子的颜色结账。如果传送带上你觉得都不够优秀，还可以另外点单。每桌都会配有芥末和酱油。三文鱼的肉很新鲜紧致，油脂的香气和酱油的结合十分美妙。盐水包的三文鱼汤，就是这酱油吧，有点太咸。他们还有很多创新菜品。什么？我是不会说黑暗料理的。茄子寿司，还挺好吃的吧？意外的吃起来像肉。牛排寿司、炸物寿司，但也不知道到底炸的是什么。我吃的感觉就是，我俩有弄啥嘞？大福有两种，黄豆大福和巧克力大福。个人觉得还是黄豆口味更好吃，豆的香气和糯米的软糯完美结合在一起。一口下去，口齿生香。巧克力口味的有很浓郁的巧克力香，相比于清新的黄豆，显得更为深邃。刺身的小菜配有海苔和豌豆芽。咖喱炸鸡饭总体来说中规中矩，鸡排有些不入味，但是咖喱很不错哦。表皮的酥脆可以让我原谅鸡肉的不优秀。A few moments later. 结账之后，我终于知道为什么身边的外国友人都没有拿很多盘子了。这家店整体来说都不错，让我打分的话就7.5分吧，因为刺身很好吃，但是炸物都一般嘛。哦，对了，学生可以享受8折优惠哦，虽然我忘记用了。这期就到这里了，下次见啦，拜。